饮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五点起床准备摆摊卖饭团，刚刚到桌子就坏了，修好后准备换个地方接着卖，结果城管来了，听话收摊小人，换个地方城管又来了，一个人躲在角落悄悄哭。我今天早上是五点左右，五点之前就醒了，然后醒来之后我就开始在准备我今天早上做饭团要用的一些材料，然后来发现做到十个的时候就发现时间也来不及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快七点了，然后我就马上收拾好了那些东西，准备出去。通过这两天的摆摊，我就感觉真的摆摊比上班要累多了，虽然我第一天摆摊的时候还挺高兴的，因为至少把东西卖出去了。今天就是一个情况，就是我就只卖出去一个饭团，我做了十个我只卖出去一个，那相当于剩下那九个就都得要浪费了。并且的话摆摊它真的是一个体力活，尤其是你要一个人的话，包括就是前面的准备，然后出摊出去把自己的摊位支棱起来，这些都是需要体力的。尤其是像我今天早上是卖早饭，我五点钟就起来，然后就回来之后嘛，我头非常的痛。如果有打算要摆摊，尤其是卖早饭的姐妹，就一定要注意，它真的是一个体力活，你一个人可能就是不能够轻易搞定。